闹美好的地主，昨天是一个太嗨的过程结束，所以说要作为警戒，今天是适可而止。那我有三个愿望哦，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。第二愿望就是我的家庭幸福美满。第三个愿望就是大家一定要齐心努力的为社区大学这个区块而努力。谢谢。鸡也不行啊，树啊，哦，你说的啊，没有。